没打到，缺皮子。最终我跟他只差七十九十七个豆，为什么现在只差八十个豆？你们自己想一想啊。没有荣耀 CTK， 哥们儿没有。 别跳了，你老漏步，别跳。漏吧，打我手上。好，再复能再一个。那个，我漂亮。漂亮。帅。不是有没有格局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游戏没必要。有些弹幕就你妈就坑开始了。 中路卡了，杀！中路卡了，杀！中路卡了，杀！然后小远狙，狙楼上人了，操了！这左边有两个道具，不敢拉了。中路炸一炸吧，不掐两三个的炸一炸，哥们兄弟们炸一炸。没加菲的声音啊，没加菲，加菲现在休息，回西安去了。 也不知道啥时候播。小远狙，小远狙。小远狙，小远狙。小狙没人。我不会的，夏大帅。我心态好的一批。 跟他们讲道理而已。我心态不好，我能跟我儿子玩玩，对不对？打我了吗？哎，你看地图吗？你看地图吗？我给你看吧。不用看过点了，保命吧，我加上地，保命吧。有了，拍我了。 一个吧，还有二道啊，完了，又三逼三个，三个，一俩逼俩，逼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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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